哎，这怎么放不进去了呢？哎呀，乔治，你这都拼错了，快看这里还有空格呢，这都不对。姐姐，你会拼啊？要不然你来帮帮我啊，我看看你能不能拼成功。一开始呢，这些是固定好的，我是按照这个卡片上拼的。姐姐，剩下的呀，你可要自己放上去，这个可难了。乔治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这个可难不倒我。看好了，哎，我把这个小海豚放在这儿，然后这个小老虎我给它放在这里，然后下边这个位置我看看可以放一只小兔子呀。哎，这里正好放这个黄色的小鹿，这边呢我们就放完了，还剩下这三个，我看看要怎么放。这个先放这个吧，这是一条蛇吗？我看看，给它放在这儿，然后这个放在这里，这个小猪，哎，这个不对，那我们再给它换换位置，小猪这样放，然后它呢，哦，给它转过来，这样，这不就拼好了吗？乔治，快看，哇，姐姐可真厉害，这个还挺好玩的呢，我还要再来拼。